然后呢，我呢要放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以前写过一首歌，那个特别特别来劲，哦，这首歌真的太来劲了，这首歌叫做《十九岁》，然后那个，然后那个我这首歌基本就是发行了两天就跟没发一样，然后这首歌是我写的唯一一首那个说唱啊，不是也不就真正意义上的说唱啊，是那阵写给我十九岁的，然后今天我们来共赏析一下，现在我已经20多年了。我们来想那个回忆一下，我只能我自个儿回忆，我带着各位一块回忆一下我的十九岁啊，我的歌词写的特别来劲啊，然后来我来给各位解读一下，我来放一下这个歌，这歌叫做《十九岁》，嗯，在这首歌在 QQ 上完全是搜不到的，然后只能在网易上能听见啊，所以说你说这歌得有多偏吧，来走你。我的十九岁，你给我一大屋子烦恼和我作对。I'm a just kid, life a nightmare, nobody cares, nobody likes me, 我能怪谁？是的，就是，对，第一回这首歌写的就是我的十九岁，什么都没有，就是给我一大屋子烦恼和我作对。那阵我刚学英文，发音大家听起来非常不标准。那阵我唱的是 I'm just a kid， 就是我只是个小朋友，然后 life is a nightmare， 那阵我根本不知道 nightmare 这个噩梦这个英文怎么说，我那阵就是听人别人下那个歌里唱的，所以我就是 I'm just a kid living there 就这么唱完了，然后 nobody care nobody like me， 我能怪谁，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在乎我，我能怪谁，所以说接下来的歌词更加的明显，我到底想做什么，我真想不出来，到底想做什么，我真想不出来，直到现在干的让我看不见未来，就像一个总在想变成风冷的内裤，由于浪子拉的紧，我根本背不出来。是的，这句歌词写的太棒了，那时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有满怀的理想，但是因为那阵我跟我们公司闹解约，然后他们老封锁着我，所以那阵我就会写的一句歌词叫做我就像一个总在想变成风筝的内裤，由于拉锁拉得紧，我根本飞不出来，我们以前那个倒霉公司就是我的拉锁，嗯，然后接下来我要写的是我的朋友们了啊，我的朋友们大家都在坏，因为我们不再是小孩，成为那些大人，世界这么大，我却不知站哪合适。是哪儿啊？不就你们了？我应该我的公主，她一切如画，我好舒服。感觉爱情扑来了，那就跟我回家吧，先。他们不是女魔头，就是寄生虫，但是我却对着他们说我爱你。各位，别人都手握手，甜蜜蜜，而我在压握着电视遥控器。好，各位可能没听清楚刚才我那个词儿，就是因为我前面说我十九岁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小孩，但也还没有成为那些大人，你知道吧，这世界这么大，我却不知道站哪合适，就特别茫然那种，我十九岁就跟汪峰一模一样，特别茫然，穿着皮裤在大街上站着一动就是一宿，然后呢，但是后来那个我觉得那个什么能够融化我呢，就是我的爱情，然后那阵我交女朋友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因为那阵那个我以前没交女朋友的时候，我交了女朋友那帮哥们儿，然后他们都在大街上那个遛弯嘛，手握手甜蜜蜜。然后我跟着他们走，我说我握什么？他们跟我说你回家握电视遥控器去。然后所以说我就写进歌词了，因为我最后一句写的是我可不想看别人都手握手甜蜜蜜，而我在家握着电视遥控器啊。最后现在又进入了我的副歌，嗯。我十九岁，你给我一大屋子烦恼和我作对 ，I'm a just kid, life a nightmare。我朋友跟我说，我以前我哥们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他说他每天特别难受，快要死了，上课老师说他，下课痞子打他，回家他爸爸骂他，他实在是太来劲了，然后接着这都是他跟我说的词儿啊，嗯，我的财产就是好几万个灰锭，你们真的干脆死了算了，我们都委屈都恐惧都压抑都恐惧，反正除了抱怨没有任何权利，我们该怎么度过青春期，为什么他们那些的不高兴，你们看过多去，现在没人一块玩，他们说我已长大就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十九岁，你给我一大屋子烦恼和我作对，我没有自由，我只有煎熬，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烦恼，我没有 money， 我只有时间，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无聊，我没有爱情，我只有电脑，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可笑，我没有自信，我只有祈祷，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渺小，
这段歌词我当时就是我当时我每天都是这么想的，我感觉我那阵我被那个很多事情束缚着，然后我们公司又不跟我解约，我就特别难受，我感觉我没有自由，我只有煎熬，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有多烦恼。然后那阵我也没地儿挣钱去嘛，我没有 money， 我只有时间，我有的事只有时间，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有多无聊。我没有爱情，我只有电脑，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可笑。你们也知道那个就是没有爱情的时候吧，只有电脑的时候就会特别可笑。嗯嗯，好吧。然后那个我没有自信，我只有祈祷，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渺小。那阵我老觉得我自个儿是个天才，我一定能够发光发热，但是问题在于，然后我又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说那阵我老觉得我每天生活靠什么。有人说生活靠希望，有人说生活靠梦想，我的生活靠祈祷。谢谢。妈妈告诉我，当你别无选择，你就要自己学会写成一种选择。老师告诉我，每当你走过答案，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可是就是没人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却听见命运还笑着说，你就等死吧。我这19岁和我作对，Nobody care, nobody like me, 我没有自由，我只有煎熬，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烦恼。我没有 money， 我只有时间，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无聊。我没有爱情，我只有煎熬，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可笑。我没有自信，我只有祈祷，你们根本无法体会我多渺小。